台南青龙港厂哈，跟那个新化林场这边哈共同这边办一个那个包舌兰的这个品种发表会了哈。最主要目标是希望我们把这个品种的特性做一些介绍，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让观众了解以后，然后这个能够推广在一般的田园盆栽或是景观作物哦，因为各位可以看到这些作物全年都可以开花哈，尤其是夏季的时候，那个花缺少的时候，更是可以表现是它特色哈，就是说这个期间都开花非常漂亮。比如说呢，花朵比较大，花朵数比较多，然后植株比较强健的，然后花色很多哈，目前大概有白色、粉色、紫红色，还有黄色，还有橘色，就是大部分都是这几颜色。那它最主要的特性就是它非常好种，而且耐热性很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地球暖化嘛，所以那个温度越来越高，然后很多花，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一般的草花都受不了，就是能够在夏天种的很少。那因为我们这个包舌兰它是越热越开花，它在夏天就是几乎都是一直在开花。那花期非常长，像我们在这个新化林场这边试种的结果，我们从今年的五月就盛开了，到现在已经十一月中了，它还是这么漂亮。那我们希望说它如果在今年能够过冬还是这么漂亮，它几乎就是整年都有花啦。那这个在于我们将来就是把这个推在景观用的哈，比如说你游乐区啦，或者是你的家庭也可以，或者是一些公园啊来做绿美化，因为这是一种兰花。那